大家好，我是凯西，我是 Gary， 欢迎收看凯西与盖瑞。我们今天来到新竹横山乡，也就是内湾这边，来做一个一日轻旅行。首先恭喜我们自己的频道已经满一年了，然后再来是我们这次有一个新的相机要来测试。我们今天要来测试 Sony 的 CV1， 为什么会选这台相机呢？因为它是 Vlog 神机。Vlog 神机，大家所说的 Vlog 神机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们之前用的运动相机，它的焦段是定焦，所以其实有很多画面没办法做出那个层次感，所以我们这次呢就选了 Sony 的 CV1 来做一个测试。在开始之前，我还是得先测试一下它的收音，好，收音情况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收音。我现在来那个测试一下那个收音，刚刚那个片段的收音。哦，我觉得收音蛮好的耶。OK， 收音是 OK 的，因为它有这个。然后它是放这个乐靴的这个座位，它这个非常的大片，这样装上去，所以它可以减少一些风切声，我觉得蛮 OK 的。那我们现在测试完那个收音了，那我们人现在正在大三北岳，那它现在是一间餐厅，那它之前是一间废弃的国小，叫丰乡国小，它改建而成的就是大三北人文生态馆这样子。那什么是大三背呢？你知道吗？你一定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大三背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呢有一座山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也是不懂。在大三北岳吃午餐，吃完午餐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去爬山，我们要去做一个小健行。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一条很漂亮的步道，然后但是很简单，推荐给大家，它叫做奇隆古道。对，奇隆古道很多个登山口，你可以就是搜寻大三北岳，把车停在大三北岳停车场。所以停车场，然后这个是大三北岳，那你就是从这边出来，到这边就可以往下走一点点。那个地方就是奇隆古道的大三北岳的登山口。好的，那我们到奇隆古道的登山口了，离大三北岳走路大概10秒钟，超近。然后就是可以停车，然后大三北岳有厕所，就是蛮方便的一个登山的位置。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往奇隆古道，那很漂亮，它是一个比较偏原始一点的林道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，沿着植物练习吧，走。这边真的要注意，因为这边真的超滑，你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全部都是仙胎啊，超级滑。尽管我们穿了登山鞋，还是很滑，所以真的要注意，大家要慢慢走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大概走大概800公尺吧，我们就到了第一座桥。这一座桥呢叫做糯米桥。糯米桥听起来超好吃。没错，为什么会叫糯米桥呢？是因为呢，以前他们在建桥的时候呢，他们找不太到那个粘着剂，就是那个石头跟石头的那个缝，他们就用了糯米、红糖跟石灰，然后把它弄成一个粘着剂，对，粘着的那个，然后就一块一块的，对，把它粘，对。这就是先人的智慧，很厉害，超扯！你就永远想不到糯米竟然可以造桥，可以造桥，可以造桥就算了，然后还可以支撑这么多年，夸张，对，很厉害，先人的智慧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因为我们刚刚是一路下坡呢，然后我发现这一台相机它有个优点，就是它的防守震其实是蛮强的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使用的是它内建的标准模式，这样。这个是积极模式，所以可以看得出差异。但是如果你在使用积极模式的时候呢，它的画面会被做一点裁切，所以看起来就比较没有办法到那么的广角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边有一间很漂亮的网美咖啡厅，叫做上山喝咖啡，然后它只开6日，我们刚刚去买发现等50分钟，有点久，50分钟，所以我们就不喝了，对，先放弃，对，先放弃。但是如果你大家早点来，因为它这边离奇隆古道非常的近，对，所以就是你可以走路过来，或者是更干脆就是开过来，但这边停车位很少，这样子。好啦，推荐大家，虽然没喝到，但是看这个人潮应该是蛮不错的，对，真的应该会蛮好玩的，没错。但这边景象很漂亮哦。好，我们现在人在逃学步道，我觉得这个步道真的很漂亮，哎，超美，这样子
整条路都可以拍完美照。然后呢，这边也可以介绍大家这个关于 Sony CV1 它的有一个自动对焦功能，大家应该有看到，现在白色框框是直接对到 Gary 的眼镜。好 ，Gary， 你现在来乱动一下。哎，他你看，就算 Gary 对这么动这么大，他依然可以很快速的对到他的眼镜，然后就是对焦就会对在人的身上。对，然后他就可以做一个即时追踪。好，所以 Gary 下去，右边、右边、左边、上面、下面。OK， 非常好。我们刚开车开一开，就经过一座桥之后，就看到下面的那个他们的溪超漂亮，所以我们决定要来这边拍一个网美照。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个它比较特殊的功能，一般的运动相机没有，就是一个 C1 的景深模式。它类似什么呢？类似手机的那个人像模式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喽。我们现在背景是清楚，对不对？你看得到后面石头跟后面的山。好，按一下 C1， 模糊。好，模糊之后呢，你后面就会雾雾的，很像打上柔焦一样，你的石头开始雾掉。好，再一次哦 ，C1 清楚。好，石头跑出来了。再一次 C1 模糊，石头又模糊了。欸，我买这个。好，他这边有卖这个。我怕太太。我跟你先说，我不是怕太太，我是尊重而已。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种这么 man 的人，我会怕太太吗？会。我现在写完我这个牌子许愿牌的话，准备把它挂上去。那在挂上去之前呢，想要介绍一个 Sony CV1 它的其中的一个功能，我觉得蛮好用的，它叫做产品展示功能。那这个功能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讲呢，就是大家应该有看过一些影片，会有那种网美手这样子，让相机可以去做到对焦的动作。那这个功能呢，直接你一键按下去呢，像是这个样子，好，或者是。好，或者是我的手，我牵牵才能去哦。它可以非常快速去对到焦，然后你就可以不用在面往眉手这样，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个功能很好用。好，那我接下来把我的挂牌挂上去。这边有个秋千呢，可以荡一下秋千。真的有真的有点高。你看，我想荡荡不到，那个脚太短了，脚太短。今天我们一整天的活动到现在呢，其实肤况的感整体已经开始下降，干，我很干，非常干。然后我们刚刚就尝试了那个柔肤效果，发现厉害，好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对比。现在是没有开启柔肤情况的。没有柔肤情况，坑坑洞洞。来，再一件。好，我要开启柔肤效果，开启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整个肤况变超好，我变小朋友，返老直接返老还童。我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是 vlog 神机了，以及我身边很多 vlog， 他们全部都人手一台。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女生本来就是肤况会比较容易，因为随着时间而改变，这个东西是可以很直接的让你。一件就是变成一个比较好的状态，直接年轻十岁了，这样叫做专业啦，就是在镜头面前都要保持专业的样子。我们今天一整天呢，用 Sony CV1 这一台相机去做一个 vlog 的拍摄。我这边想要统整一下我们的心得，我会讲出两个我觉得最好用的功能，然后 Gary 会讲出两个，然后我们还会再补充其他的功能。这样，我最喜欢的两个功能是，就是它的快捷键 C1 是景深场景这个效果，它就是一键帮你制造出景深的画面，不管是录影或拍照，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用，可以瞬间让你的影片非常的有质感，因为景深的感觉就是很像是用很厉害相机拍出来的这种感觉。那第二个是 C2， 也是快捷键，就是它的产品展示。这两个功能也是 Sony CV1 这一台它很主打的功能。为什么我会喜欢产品展示这个功能呢？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我们是户外 YouTuber， 我们很常要拍一些小东西，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运动相机很没有办法做到对焦，所以那些东西都没办法被很直接的展示。那如果是用一般单眼相机的话，你可能就会需要网美手。那这个产品展示的这个功能呢，是完全不需要，一键直接开启，就是
完美锁的这样子的动作。那你呢？你觉得哪些功能最好用？我觉得哪些功能有让你惊艳？我觉得我的第一名是罗孵，因为已经有点年纪了，所以我觉得呢，罗孵一开我就变小朋友，我就变返老还童，我觉得很非常非常惊讶。然后你知道吗？一般的运动相机它没有罗孵，对，我觉得蛮可以的。嗯，我的第二名就是自动人眼对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也知道嘛，盖瑞嘛，很常闭眼睛。对，所以我这样动，我乱动，哎、欸，有乱闭耶，它就会自动对我的眼睛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嗯，追得到我，然后我跑动跳都可以，我觉得蛮不错。这个真的蛮不错，这个功能很适合我们这种户外型 YouTuber， 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快速需要去捕捉一些动态的画面的时候，人来疯。对，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用。除了这四点以外呢，其实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就是脸部优先曝光，这个功能也很不错。就是这意思是说，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到亮的地方、暗的地方，你这样子进进出出呢，它就是会自动的在你的脸补足那些光源，让你的脸就是不会因为后面曝光或者是因为后面过暗而。它有像是瞬间就是没有捕捉到那个光亮的话，对，暗掉，或者是整个曝光，所以那个画面的话呢，就会非常的突兀，你就需要重新拍摄这样子，或者是说你可能又要调整一下光的那个数值这样子，那这是对于新手来讲比较没有那么方便。对，所以这台 Sony CV1 的相机。对于新手，我觉得真的是超级好用，对啦，因为它就是很简单嘛。对，第一个是它体积真的很轻，然后再来是它的前面的画面，因为有些新手最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像你，就每次拍的时候你可能根本没有按到录影，但是它在前面的画面呢，就是有一个红色的那个灯，它就会让你知道说你已经正在录影的当中这样子。所以像这样子的功能啊，然后它轻巧，再来它是有侧翻萤幕，侧翻萤幕这个非常非常的方便，这样就很适合新手 YouTuber。整体来讲，我觉得使用在 Vlog 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 ，Vlog 非常好用 ，Vlog 神机啊。对啊，所以以上就是我们的心得。我们今天影片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。这一次是两个人的小小旅行，一日行旅行。小小旅行，对，推荐我们新竹横山乡这边的景点给大家。这样，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、分享一下、分享出去，爱你，拜拜。防风毛罩，防风是防风毛。